最近呢，洛杉矶城县是有一些不错的适合安家的房子的，比如说呢，位于公园旁边的这一个全新的独栋别墅，顶级的学区，超低的持有成本，4到5房的大独栋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。现在呢，我在的位置是城县的 Fountain Valley， 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城市，非常宽敞的大客厅，大的层高，还有不错的院子，并且呢，配备了顶级的电器。一共呢是有4个户型，但是现在呢就只有3个了，所以呢现在是一个尾盘的状态，从2800尺到3200尺不等。现在咱们看到的是这个3200尺5房4.5卫的，在1楼的卧室里面呢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，是带洗浴的。之后呢在外面还有一个客卫，是给客厅里面的人公用的。现在的这些户型设计呢是2个方向，一个是宽敞通透，一个是高利用率，所以呢它在楼梯下面放了一个很大的储物空间。1楼呢是有客厅、厨房、2个卫生间和1间卧室，还有车库。那么2楼呢上来就看见这样一个非常宽敞的大客厅，家里来了客人之后呢互不打扰，所以它也是一个双客厅的设计。现在呢咱们看到的是2楼主卧的这样的一个卫生间，非常大的一个浴室。宽敞的不只是浴室，还有这个大主卧，各种大窗呢面向后院，后院的树如果长大了，那么从窗户看出去就是满眼的绿色。2楼除了主卧呢，另外还有3间次卧，这个是其中的1间，每间的面积都不小的，舒适度呢是非常的不错的。咱们再看这个层高，都是可以放这种吊灯的。在这里面呢，其中2间次卧是共用1个卫生间，1间次卧是有单独的一个卫生间，所以呢整个房子是5房，它有5个卫生间。另外呢这个学区也是非常顶级的，它的 test score 呢是从小学到高中9分10分10分。现在看到的呢是它的洗衣房，洗衣机、烘干机是左右放置的，并且呢从这周围去各种亚洲的超市也是非常方便的。这个呢只有最后的几栋了，更多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单独问我，或者看我的朋友圈。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，谢谢。